注意看，这一幕是娱乐圈中教科书式的表演，同时也是明星获取流量的密码。当其他女星只是象征性的和大鹏互动时，一旁的柳岩却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，直接抱住了大鹏的腿。之后这段抱大腿的新闻不仅为电影带来了很大的流量，而她自己也因此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。不得不说，柳岩的表现虽然看似非常的大胆豪放，但在娱乐圈这个争名逐利的地方，她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。要知道，对于娱乐圈中的女明星而言，特别是出身低微且没有背景的女星，想要在娱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就必须要利用自己的优势。而混迹娱乐圈多年的柳岩就深知，她的身材就是她唯一的优势。因此，你可能经常会看到柳岩的一些夸张的动作，甚至还有这种摔倒的视频。而事实上，这也是获取流量的另一种方式。其实像这样的行为在娱乐圈可谓是数不胜数，甚至有很多明星的夸张行为直接让人叹为观止。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来，哎，